是亮点 Take me home。陈威全，全是爱。刘介辉，某某。张栋梁，怎样的张栋梁？郭文翰，汉子郭文翰首张剧场版专辑。很想你，你们希望是谁得奖？OK， AIM 2016中文音乐颁奖典礼最佳男歌手得奖的是张栋梁，专辑《怎样的栋梁》。比如说，谢谢金如，然后，谢谢 AIM， 谢谢媒体，然后今天晚上好像还没有真正谢谢过我的歌迷，谢谢你们。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很任性的想要做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改变，不一样的音乐，我觉得我跟歌迷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不是很奇怪，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变化跟一种默契。我相信我流失了很多的歌迷，但是留下来的，其实我们靠近了很多很多。嗯，谢谢。谢谢。所以我想要借这个机会谢谢我一直不离不弃的歌迷，然后谢谢你们懂我，也谢谢你们做我背后的这一股力量。我答应你们我会更真实的走下去，然后更真实的面对你们，更面对我自己，更面对我的音乐路。那谢谢我的歌迷，我还要再谢谢我的家人，因为也还没有好好谢谢他们，因为其实现在就是这一次的变化，他们都多少有点担心，因为其实可能这一次的走的宣传风格然后什么什么的都跟以前很不一样，那他们说哎，你这次好像有跟以前不一样，那还好吗什么的，他们我知道他们都很担心，然后可能很多个晚上都会帮我祈祷，都会帮我祷告。那谢谢我爸爸妈妈，然后我也谢谢上帝，那谢谢大家，谢谢 AIM， 我会继续努力。谢谢梁静茹。